怎么猛？那这个时候医药剂也比较困难的，而且 RNG 这个圈边的位置也是直接被分掉了。哎呦，这边真的是医药剂和 RNG 难兄难弟啊。医药剂进不去圈也是个问题啊，毕竟他现在已经走了一个推圈流了，毕竟圈型没照顾到自己。但是 RNG 的火种好像并未消灭啊，刚才我看到他们和 SMG 还打了一波，只不过呢现在应该是消失在了战场之上，没了。而且这个圈型我们看到是真的给到了，真就给到 Gen5 啊，这个长条房的圈吗？那现在 SKF 这一脚还算踩进来，有5-6米没进圈。他们现在眼里没别人，满眼的都是 ELG。那好难过，怎么都被 SMG 把我的人头分拿走了？对啊，这 SMG 这就是 XQF 怎么说呢？一直给 SMG 打工了。哎，你知道上两周的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，就是 SKF 的击倒数其实跟很多队伍是一样，但他的人头度比对方是高2倍的。确实如此，但这一波的话，哦呦，还好早跳车了啊。他其实很细节，就是这个车速没有开得很快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但是他这个趴就没有那么细节了，当然也可能是面临两个方向的枪线。你看这个车，其实吉普为什么说大家不愿意开蹦蹦比较好？蹦蹦你其实很难去修的，如果你找一个很好的位置。但是吉普这个缝哈，很多队伍他都会选择先把车胎给打了，就是你基本上17点血修，不就费点子弹吗？是。当然了，同样难兄难弟的还有阿探。是吧？这边的话也是哦，这边阿探是把自己交给了信号接收区。是的，而且你看 SMG 作为原住民，他这把已经是有7个淘汰了，非常的夸张。哎，他是这个满编，而且他站的点位比较高嘛，山上的这些队伍呢，基本上都在他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。我数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5颗烟，其实比较的，反正为了火嘛，肯定。但脸上的烟啊，它只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虚晃一枪，哎，对，真正居民那边那个点才很关键。如果居民能把那个点位站住的话，等于说能够为 XQF 打开一扇进圈的路线。因为你怎么下来，你都要先防下 SMG 的枪线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但是 Gen 5这个防区，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盲点的。你 Gen 5也不敢太漏，你太漏的话 ，SMG 包括其他像619、滔博等等，也不会就让你那么好过的。确实，这场比赛滔博开局不利啊，但是呢，目前为止呢，还是闷声发大财。哦，在我们的视角之外啊，可能是为了女装吧。为了女装，为了不穿女装，只有姚仔想穿，其他几兄弟说不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而且我们看到右边是给到我们的一个实时积分嘛，目前是 SMG 的8分，然后是619的3分，其他队伍还是没有拿到0分。这8分呢，其中应该有3-4分是 XQF 打工的。XQF 的啊，不过这个时候你看到何仔这个侧身是多么的舒服啊，打靶一时爽，哎，进圈的时候你就难受了。哎，但是 XQF 莽过来之后，没想到烟里突然冲出一个盒子，把自己变成了盒子。这里是伞边的一个视角盲区啊，它这个地方是很难看到的，而且又封了烟雾弹。那这 XQF 现在非常的难受，它是被分掉了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居民那个点位也是支援不到这两兄弟，因为酷酷和伞兵倒地的状况，身边没有任何人。对，而且你发现 SMG 是非常聪明的，它其实是个分彩。我们看到洋洋的位置是在一个最后之位，对，是一个可以理解为断后吧。然后前面的队员是赶紧扎进这个长条房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就算你 GN5， 你这个房子你是站不完的。哎，你看陆老师说的真棒，就是要这但凡是不是个蹦蹦啊，是个什么这吉普这种东西。居民早没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伞兵学的，他在直播有教过，就说这个蹦蹦啊，你要这么爬，这么，哎，你就修不到你。哎，确实。所以职业选手的直播呢，还是可以看一看的。但是呢，刚才那一波确实居民也是退无可退了，因为蹦蹦已经快爆了，没有点的。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选择直接去，就直接下坡，他们还想在山上去运营点位的。哦，这一波我们刚才看到 SMG 虽然说略有损失啊，也有倒人的情况，但是呢，还是把这个长桥房一遇给占了下来，而且。洋洋站的那个点位呢，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架枪作用。我觉得他有想法，有想法，对这个马路有想法。就比如说打一个前后夹击的那种。是。所以你经常听到这个主场队伍语音的时候呢，选手会说：“哎，他们是不是一队的？哦，可能是一队的，自己人，他们的人。”所以就选手他可能就通过枪线来判断谁跟谁是一队。也有可能是通过枪声，比如说这大盘鸡哒哒哒，这是伞兵啊。可这场没有听到哒哒哒的声音呢。最近应该伞兵捡不到大盘鸡了，这 SL 刷的多，但是这大盘鸡不怎么刷新了。是，而且还有一点，你想打到这个阶段了，除了这个早早来到城区内的队伍就手雷比较多以外哈，因为其他队伍你看手雷比较多有用了吧？刚说雷就说雷，因为 Gen5 一直没有经过什么样太多的战斗，所以说他们的手雷存量是很多的。对，这个时候，这边的话一个手雷的破点以后， Gen5 一拥而上，
但是西木倒地了，西门峰和盒子，西门峰这边还是先打一下药。他这个位置比较挤啊，而且 SMG 就在里面，他很清楚，他又不敢直接翻进去。对，看看这颗火吧，这颗火能不能蔓延一下？嗯，现在最好是一个架枪，一个救人。这颗手雷扔进去，啊，莫奈是没办法，莫奈没办法，下面是一团火，上面是一颗雷，上面是一颗雷。哎呦，歼5真的是把这个投掷物运用到了极致。所以说他基本上，你看选手对这个位置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，但这个时候滔博他过来了，滔博把握的 timing 点非常的准确，但是619，似乎是又成为了 Game Five 的一个保镖啊。啊，就说感觉你不要来趁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公平的 battle 一波。哎，那这一波的话，滔博冲到一半，发现啊，这里加油站就是619，哦，又是歼5的雷。他们真就是活到最后的大富豪、大地主啊！白猫好尴尬，我进还是不进呢？那没办法了，算了，不给了。还好，这第一局的话，滔博暂时是来到前五了。嗯，那现在发现目前是个满编，我们看一下，要是两边群在缩心的话，这个位置比较干。哎呦，六将没办法了呀，从房间里边出来和对方完成了一个一换一。前方还在绕行，在听他们近点的脚步声，听到了，后面有一个阿南，阿南这边也是慢了一拍，没有打到一个背身，从烟雾里边出来，西门峰没有刚过阿南，这边打到一个背身，恭喜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歼5也是活到了最后。我觉得他最后这个绕点真的好精髓啊，他在前面脚步声非常混乱，近点用烟雾弹的一个打扰的情况下呢，他竟然摸到了，嗯，哎，怎么说呢，这场比赛确实 GB5